姐姐好饿第二季开播，小 S 爆大 S 夫妻吵架要离婚。所以万一他手指当场被他自己切断的话，就直接送救护车，直接就烹饪了。小 S 主持的《姐姐好饿》来到第二季，首播邀来姐姐大 S 跟姐夫汪小菲三人在节目上擦出不少笑料。你让我担心，是因为你很喜欢装坚强。装坚强是谁？吴姐啊，你不觉得很爱装坚强吗？哦哦，装坚强。对，你以为装坚强是一个人啊？是，我以为是男友呢。而小 S 也趁机在节目上大爆料：姐，祝你们将来一片美好，谢谢，白头偕老。会的啊，不要没事吵架的时候要离婚，好不好？小 S 在北京出席开播记者会的前一天，不慎在饭店跌倒，只好坐轮椅现身，自封华人圈坐轮椅最美的女明星。正巧当集来宾是谢霆锋，他还贴心推小 S 进场。谢霆锋根本就是爱我爱到不行，我问他任何问题，他都是畅所欲言。流动新闻报道。